你在一起，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云何善修习念觉分、宅法觉分、精进觉分、习觉分、习觉分、定觉分、舍觉分、空无相无愿。这个智首菩萨问，怎么样达到佛的涅槃？要修定修慧，修慈悲喜舍，那么这个是七觉知。七觉知嘛，我们道友常听经的都知道，唯独这个七觉分，他也在华经另个这个名字。什么叫七觉分呢？就是清难，清难啊！因为你在修定之前，没入定之前，先怀一个清难的境界，这都是。就是他这个问答里头的智首菩萨问这个好多部经，这本来是修禅定的修智慧的修空观的七觉三空，修的过程，修的过程而后达入进入了成佛，就是成佛啊。这些个在华严经都不解释了，就是在这个行莲果寺对这些个书抄啊、合论呐、都没有解释，这些个都是普通的。你要学华严经，这些前方便早都学过了。也属于小乘教义的，也属中乘教义的，属大乘的，在华严经上他都把它圆满了，圆满了。智首菩萨问如是利菩萨说，要想达到成就必须得经过次第，经过次第，但是在这个次第怎么修行，在这些修行很复杂的，要经过无量劫，念呢，怎样使我的念能够什么念念的不离三宝，经常觉照，觉悟是照的意思，光明照的意思，是你念不是念。宅法呢，你要知道法的善呢，哪是善法，哪是呢法，哪是佛所教授的，哪是邪知邪见，这个你要分清楚。为什么后头都加个觉，觉就是明白呀，咱前头讲问明品，问明品的明就是觉。
你要选择，选择哪个法适合你的，并不是佛所说的法门都能适合你，你得选择跟你相应的，跟你相应的。要是你休息时来啊，不会堂丧，堂丧就是浪费功力。这法你许过去没有，过去没有修过，你重新学起就困难了。如果这个法你以前就修过，那你休息来就进入就投入就快一点。为什么说念佛法门三根普拜，上上根的，中根的，下根的，也不要你有很多的这个教义啊什么，这都不要，就只念一句阿弥陀佛。但是你把这个念阿弥陀佛，把它要也是要选择的，念不离念，念佛的时候不要离开，这就念觉法。在这里，在这个讲这个修西方极乐法，有无量寿经，有阿弥陀经，还有普贤横愿品，没有念阿弥陀佛，只是念普贤横愿品。那普贤不是送你？在地藏经上没说，在大记十论经，你生一切佛净土，地藏菩萨都能送你去，因佛佛国度都能送你去。但是这些个大菩萨所教授的方法，你得与你相应才行啊。而你许是没修没学，例如说吧，你在大学里头学的是医科，你只能够搞医学的科研。你想发明原子弹呢、想进行物理的分析啊，那你就做不到了，因为你没有学啊。所以你必须有拣择，有选择的。精进呢，邪觉观的精进啊，像那外道啊、四火婆罗门呢、乃至于那些个所有邪魔外道的，像拜牛啊，因为他这个在定中看见那个牛死了，升天了，他说得向牛学习，那这就不对了，这是错误的了。看见那火，四火婆罗门，他看火是光明业，火能去寒，精进修火观，那这不是佛的正教。像这样的精进，这样的精进呢，你能得到什么呢？得不到的。所以你必须有选择，有觉悟的，觉悟的。但是这个觉字呢，就是说你必须先有明，咱的问明品呢跟这品联系，就是这个含义。明就是觉。像慈悲慈悲喜舍悉无量心，烂慈悲，慈悲要有智慧的了，所以帮助坏人，你以为你是慈悲了，那也帮着他做坏事儿，这个没有觉了。所以这加个一个觉分呢，就是让你选择，让你以明照了你所这个是不是涅槃的因呢，能不能得到涅槃的果呀。这个问题啊，到十地品，从初地到十地都要修这些法。智首菩萨在这儿给他是提纲的问这么一下，
说要想成佛，修这些法门，能不能离开三界的续法、无明的续法，就问你拴住这些东西都能把它解脱，能不能做得到？云何的圆满波罗蜜、斯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诺波罗蜜、波若波罗蜜，乃至圆满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一共六波罗蜜加四无量心，十度，平等修行，这些个怎么样离开那些个束缚的？离开哪束缚的呢？圆满陀罗蜜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咱们舍不是舍财、舍物、舍身体，不是舍这个，舍的贪嗔痴慢疑，身边的一切都能舍。人舍掉，贪了我们就是把你所有的悭贪嫉妒障碍都给舍掉，四呢是持戒，持戒有性戒、有折戒，但咱一般学的都是折，而不是做。戒有子慈、作慈啊，咱们学的大多是子慈，大多是威仪啊、戏横啊，我们天天大家讲学戒啊，但是他有作慈，行菩萨道的慈悲喜舍，谈波罗蜜，谈波罗蜜就是布施啊，有内施、外施、内外俱施，身心世界都拿到供养。内施呢，就是人家向你求你所有的，他求你的妻子，求你的儿女。那财富那不算了，身外之物，乃是求你的身体发福，要你的眼睛，要你的耳朵，要你的鼻子，你能不施给他不能？要内施，谈波罗蜜讲究究竟了，内外俱施，什么都要舍的。施波罗蜜就是讲究戒律啊，戒律。这个戒是心戒哦，凡佛所制的起心动念，有些事儿你去不应该做，你做了犯了；有些让你做的呀，你不做呀，是不是犯了？戒有子慈、作慈两种，我们大概都是多学的是子慈了。都在唯一细恨上来回的想些，说这不该做，那不该做，这不该做，那不该做，对，做的呢没有借条了，六度你该做，七觉知你该做，八正道你该做，那你做了没有？凡是佛子，你受了三规就算起了。既然是佛弟子嘛，你有最大一个任务是什么？弘法利生。你对待一切众生，给他说法没有？我不会说呀，三规五戒你该会说吧？三规你该会说吧？你见着那蚊虫、蚂蚁、苍蝇、老鼠，你给他见着他，你给他说：“归佛、归法、归僧。”
你脑子里头，因为他能懂吗？这种分别心不要有。对，你给他说，他能沾着气氛，这叫气氛。你做了吗？不说你全部都做，你做了好多次吗？是佛教你做的呀？不要偏重于子词，作词更重要。假设你这星期做了，你做这个作词了，对你的遮罪，遮罪就是所谓的唯一细横你犯了的，除了四根本戒，其他的都是通忏悔的。对，就是四根本戒，你用这个大乘的教义来忏悔，也都能得到清净的。就是四波罗蜜，禅提、毗卢耶、禅波罗蜜，乃至最后讲波尔波罗蜜吧，智慧，咱们讲光明觉品，乃至明问明品，都说的智慧。怎么样才能有智慧啊？空无相无愿，七觉三空，这才是般若智慧。这是你应当做的，每个佛弟子都应当要明。第一点叫明白，明白什么呢？我自己跟佛无二无别，相信自心是佛。那完了，要求你佛都做的什么事儿，那你就该做。菩萨的六度四无量，就四无量心，这个都做圆满了，才能离什么呢？离开无明，才能究竟断烦恼。完了就产生极大的利用，得到佛的利用，而处非处之力，过现为现在业报之力，根圣烈之力，种种戒之力，种种解之力，一切道之力，禅解脱三昧眼镜之力，许入念之力，无障碍天眼之力，断住习之力，哎，这是佛的实力啊，佛的实力。怎么样能证得佛的实力？为什么这个不解说呢？它有个道理的。智首菩萨问这些问题呀，文殊师利菩萨当然都晓得了，他还向文殊师利解说一下吗？这样一个含义，说在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应当知道吗？在实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都要讲这个问题。后边全讲的就是前边所问的问题。前面他不讲，又这呢，咱们前文带菩萨问明品呢，你看都寥寥说了一下子，所以带这个敬恨品呢，不注重在问，在注重在答。主要是文殊师利要我们做，你要做了，所有这些个问的智首菩萨所问这些个，你都能得到。所以，因此在这个答的问题上，要大家详细的学而去做，做了就是修行了，修行就能成佛了。这净恨品看着很简单，假使你一天不离，天天这样做，那你那心就是佛心了。对，叫心佛众生无差别，
假使你那么做，也达到了跟佛无差别。天每逢见任何事都是明，明智慧之后一照，照把不净恨变成清净恨，所以叫净行品呢。所行的全是清净的，那就微佛与佛才能究竟清净。道理很简单，做起来本来是能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做不到呢？业障，这就说业障了，说忘了。对，到时候到立誓的时候，立誓就你做一些事时候，把这个觉悟啊忘了，不明了，这叫无明。要是记住这些个，修行成功了，说常得十王荣护啊，天王、龙王、夜叉王、乾达婆王、阿修罗王、迦诺罗王、紧那罗王、摩诃罗伽王、人王、梵王之所守护，恭敬供养。这是力增上、果增上、德增上，你记住这种德了，才能有十王荣荣护你。尽管你还没成佛，如果你能依照净恨品141，为什么要141呢？那下文要讲的了。为什么文殊菩萨答了141？这个是说，怎么能得到十王荣获？上头所说那个成了佛了，说我们在因地当中也能得到十王荣获，那就照着文殊师利菩萨所教授的方法，你去做吧。做起来时候不是很困难的，只要你心里观想，口里默念，心里静坐，那你吃饭时候，这个大家都做了，饭食一起，当愿众生，是吧？一切善法皆得成就，那就行了，所做的事儿都是佛事，所做皆办。这个你心里想得到吗？也很简单呢、啊。是这141呀、啊，如果你全能做到，每天都入世，遇到一切境界就发愿，一切主义就发愿，念念成佛，净恨品有这么大的功力。如果你能常诵净恨品、泛恨品、普贤恨品，就华严三品，它是分三个阶段，一个是信解的阶段，一个是行政的阶段，也究竟圆满成佛的阶段。完了入了普贤法界，入了普贤恨品。云何得与一切众生为一、为救、为归、为取、为聚、为明、为照、为导、为圣导、为普导？由于你那个持诵净恨品，能够得到这些个。文殊菩萨答的就是这些个，他问的我怎么样给众生做一成佛了？咱们三归就是这样的。皈依嘛，这个依在前头，众生本来在三界无难，没有依靠的地方，没有依赖的地方，那都依于佛吧，就是你成佛，换句话说，为救，能救回些众生，使诸些众生是趋向，众生都在黑暗当中，给他做光明，做灯具，为照、为导、为圣导、为普导，
云何一切众生为第一，为大，为圣，为最圣，为妙，为极妙，为上，为无上，为无等，为无等等。大呀，第一呀，圣啊，妙啊，极妙啊，上啊，无上啊，都说的佛的究竟的果德，成就究竟了，诸佛圆满的功德，就是说智首菩萨问，把佛的功德全轴具足圆满，怎么能做得到？这是问号啊！我们答题之中就解决问号了。二十二，文殊师利菩萨告智首菩萨言：“善哉，佛子！”承扬智首菩萨问得好，是吧？你所问的目的就是饶益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得安稳，是你大悲心哀悯世间，利乐一切天人，才会问的这个道理。问这道理呢，让一切众生啊得利益，让一切众生啊得安乐。站那支完了之后，就跟他说了。佛子啊，要助菩萨善用其心，栽化一切圣妙功德，宇宙佛法心无所奈，助取来今助佛之道，随众生住，恒不舍离，如诸法相悉能通达，断一切乐具足助善，当入普贤三相第一，一切行愿皆得具足，一切法无不是在，而为众生第二导师。第一导师是佛，你就成就了第二导师。其实这个净恒品最注重的就是善用其心，四个字。善用其心，心它是很不可思议的，不讲神通吗？这个心的神通可大了，在善法上不知道，大家看那个社会一切人，不论是能工商啊、家庭啊、社会啊、一个国度啊，整个一个世界啊，都是一个心。这个心奥妙之处啊，简直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心呢，有正有邪。善用其心呢，都要你正，千万不要邪。心正了，具足佛一切德，就叫善用。善用，当然了，因为有这么个因，能照预照一切的善巧因缘，有这么因，预照一切另些个一切的因缘，遇见佛，遇到任何境界。都能使得达到不可思议，这叫善用其心，把你心呢用灵了，就神了，把这心用神了，他就能具足一切圣妙功德。智首菩萨问了那110号名这个问题啊，文殊师利菩萨就用四个字就答复了。
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就是这个心的圣妙功德不可思议。再说一切圣妙功德诸佛之道，就是这个心成就的，心成就的。心到什么妙处呢？怎么样散上去心呢？把一些障碍全把它断尽，一切业障使得清净消除，这就叫妙，这就不可思议。能够怀得一些圣妙功德，善用其心，再怀一些圣妙功德，消除一切业障。总说这就答复完了的，善用其心，就能怀得佛果，怀得佛的一切功德。所有佛教授的法，无有障碍。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道理就是这个，把心用好。三世诸佛什么道理呢？三世诸佛是随众生而住，恒不舍离众生，所以佛所说的教法，那一些法相你都能把它通达，告诉你了，法相就告诉你了，一切恶你把它断了，一切善你把它做，这样的话就能成就普贤恒愿。对，与普贤菩萨相当，文殊菩萨推送普贤菩萨，智以普贤恒愿圆满，就达到了佛的智慧，就成了佛了。所以在一切法上都能够自在，善用其心，心自在故，心自在故，一切法上都能自在。在一切法上你心再没有自耐的了，所以是佛亲子，这真正是大法器，能够成一切法。这时候念觉悟，就是心呐，你的念慧解正悟，而不是解悟，而不是咱们说的开悟啊，不是成佛，开悟就是明白了。咱们现在如果从佛的教导的，佛现在没有亲教我们，但是佛的语言把它变成文字，从文字什么圆念，而能够圆念修行，达到真正的觉悟，这些都具足了。这就是过去现在的一些诸佛的菩提道。要成就这个智慧呢，还有障碍没有消失的吗？那么这一段是文殊师利菩萨总答自首菩萨问的，但是这是总说了，怎么善用其心呢？把你的心千万不要离开众生，随众生住，恒不舍离。这里头有因有缘，
满足一切众生的种种的欲、种种的需求、种种的善巧方便，给众生做缘。缘能成熟啊，众生的因是什么？它具足有佛性，每个众生的因都入世，它具足有佛性，那你善知识者啊，就给众生做缘，要随众生住，众生要依着三宝住，三宝随着众生住，千万不要舍离众生，离开众生你成不了佛。你要行菩萨道嘛，要自众生。而众生要求的不同，为什么佛有八万四千法门啊？众生的根和他的性和他的欲望和他的环境和处他的所的时代，正法呀、相法、末法呀，特别灭末法众生，他障非常重。障重嘛，就是使他接近三宝的机会啊很少，遇不到。遇到了之后，他又有种种的内障、外障。他不能够得到医护，因此佛菩萨随众生住，不舍离众生，这就叫行菩萨道啊，这叫菩提道啊，发大悲心呐、你对一切世间相，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随着世间相，你都明了，明了你才指给那给众生才能指出出路啊。问你这你都不明白，你怎么去度众生去？怎么让他明白呀？第一个先得认识世间。在生活当中，什么样是觉了，什么样是迷了，迷了更迷，那你只能给他指出来。是吧？随众生住是转离众生，对，有智慧引导众生，让他处理，给他做缘，做缘。那你对佛所说的诸法，你先要明了，你自己明了了，而且才让众生明了。那佛所说的法，不会离开众生世间相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过是一切事物以佛所教授的佛弟子看就不同，就不同。如果说你要是利益众生，众生有很多问号了，他有很多怀疑了，因为他不懂得，也不懂得佛法，他也不懂得世间法，为什么？就是说佛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的人生，一切的生物，它有四种生，四种生，咱们只到一种，其实只知道也没有要去研究它，没有研究它，没研究等于不知道。四生就是贪婪痴化。
很多人有这样问号啊，说我们出家了，男女不结婚了，不结婚了就没有后代了，断了种了，没有人类了。那极乐世界的人怎么来的？他化生啊，像你的六一天跟人间差不多，但是他有含着化生的意思啊，那梵天以上没女相啊，自是一性啊，一性的化生啊，怎么会断种啊？不会断种的。还有懒生啊，懒生的众生啊，像飞禽吧，多数是懒生啊。所以要懂得，懂得世间相，懂得世间相，懂得世间相，你有觉悟，觉悟就是明白，你又能够善用其心，善解世间相，世间相，这就叫巧把尘劳做佛事，本来是尘劳，啊，你把它变成佛事了，能把一些乐断，怎么断呢？咱们前头问号当中，七绝三空，七绝三空就是断一些乐的。咱们听天天要发愿，要回向，要利益众生。空无相无愿，那又怎么解释啊？要你发愿怎么无愿呢？他说让你发了愿，不要在愿上去执着，见一切相不要在一切相上执着，见了空不要知空，这个空啊是智慧光明，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呢才能具足诸善，六度四摄，六度法四摄法，这些你都能明了了，都能去以这法利益众生，十王才会守护你，敬耐你，那么才达到一些诸愿具足，成就佛的实力。那这就叫善用其心。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近几年啊，在这个哲蚌寺找到了大概在12世纪撰写的一部叫做《上师传承历史》的文献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在印度有一位笨智大叫做阿底峡啊，他不仅呢就是学识渊博，而且呢德高望重，声名远播，对这个整个佛法和教义都有非常全面透彻的了解。所以呢，以希文呢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将阿底峡尊者引请入藏。于是呢，这个重任呢他就交给了有一位叫做加总追僧阶的义士。但是呢，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这个义士没有成功的将尊者请入到藏地。他把这一路的这个见闻呢，以及这个尊者的答复汇报给了这个乙希文。之后不久呢，他就再次返回了印度，来到了这个超界寺，跟随阿底峡尊者继续学习佛法。而此时呢，在藏地的这个乙希文也是年事已高啊，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永世长辞了。那总而言之呢，就乙希文就没有成功的将尊者请到藏地。所以呢，临终的时候呢，嘱咐他的侄子成就文来再接再厉。那么成就文为了能够完成叔叔的遗愿，就特派纳措义时前往藏地纳粹意识啊，然后呢就是前往印度啊，引请这个尊者来实现这个叔叔的这个生前在藏地广传正法的这个宏愿。下面呢，我们来讲讲纳粹意识到了印度之后的情况啊。纳粹意识一行人呢，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啊，终于抵达了阿底峡尊者所在的这个超界寺。在这座寺院是继这个纳兰陀之后啊，是印度最重要的佛学院之一。但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也是曾经是密教的学术中心，而且这座寺院啊，曾受这个波罗王朝历代国王的护持。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国王授予的班智大学位，所以呢，这里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大师都是来自于超界寺。啊，都有谁呢？比如说，这个噶举派的祖师那罗巴，
还有阿底峡尊者，还有后来到西藏的释迦师利巴陀罗等等。总之呢，我们回来接着讲这个那簇一师一行啊，他们抵达印度之后，到了这个超界寺前面的这个恒河边上，当一行人呢终于渡过恒河行至寺院门口的时候，那时候就天色已晚，寺院的大门已经紧锁了，就没办法，所以他们一行人就只能在寺院外面的一个角落过夜。天亮之后呢，那簇一行人呢就是在门外就诵经，这诵经的声音呢被在寺院里面啊跟随着阿底峡尊者学习的这个总珠森阶医师就听到，医师一听呢就知道是藏族人，所以呢就想出来探个究竟。于是呢他从寺院里面出来，用藏文询问那簇医师一行人啊，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啊，是为了迎亲班智达呢，还是为了学习佛法呢？这个时候呢，就外面的这个那簇医师等人呢，这一路的艰辛啊，全是外国人外国话，突然之间呢就听到了熟悉的藏文，熟悉的声音之后呢，那就特别的就不要提有多么的开心啊跟激动了啊，有点像是老乡见老乡啊，两眼泪汪汪。激动过后呢，他们就回答啊，这个总珠僧伽，我们都是为了迎请尊者啊，阿底峡尊者入藏而来啊。总珠僧伽一听呢，就马上就说道，你们千万不能跟别人或者说就超界寺的人说啊，你们是为了迎请尊者来的，这样他们就会很不高兴。所以呢，你们呢就先稳住啊，什么都不要说，做出一副假装来学习的样子，等到这个机会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啊怎么来迎请尊者。于是呢，这个那簇一行人一直留在这个超界寺学习佛法，大概过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才终于有一个机会告诉尊者啊，他们此行的这个真正的目的。阿底峡尊者听后呢说道啊，看来这个藏地的国王真的是一位大菩萨在世，菩萨的话呢我们就怎敢违背啊，而且为了佛法的兴盛，尤其呢你们又如此不远万里啊来到此地，所以呢这次呢我会一定想办法去一趟藏地，满足你们的这个祈愿。接着呢，就尊者就特别为此迎请，就是祈请了杜母，因为他的本尊就是杜母。啊，杜母呢就告知尊者，此行进藏利益会非常大，特别是会利益到有一位在家居士啊。这个在家居士具体是谁，我们之后再说。不仅如此呢，这个尊者呢还特别的为此去了金刚座啊，在祈请啊和占卜，结果也是一样。所以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呢最终下定决心要去远赴西藏弘法利生，同时呢他也就是跟当时的这个国王和超界寺的执事们有约在先啊，此行只去三年，三年之后就会返回印度。不久之后呢，他们就启程去藏地了。当时路经尼泊尔的时候，很遗憾的事情就是，那位总珠僧伽医师呢，途中就圆寂了。于是呢，阿底峡尊者说，他的医师就去世了。这等于是我的舌头没有了，去了藏地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这么一说呢，这那簇一说，那簇一师就说啊，
在藏地有著名的仁先桑波等很多医师，而且呢，一些比较简单的对话，我自己也能可以翻译。所以呢，尊者一定前往西藏。所以呢，后来那阿底峡尊者也没有回头，直抵阿里。所以呢，当时的情况呢就更加的混乱。那么仁先桑波呢，他就在年少的时候，就曾远赴印度，主要在喀什米尔地区学习佛法。后来呢，又回到藏地，得到这个仪希维的青睐和赏识。所以呢，仪希维呢就请他带领这二十几个人的这个队伍前往印度学习圣藏。后来呢，他又在印度呢学习了很多年。所以呢，无论是佛法的典籍理论和教授，还是密法的内容和修行，他都可以说是受过正统教育和完整的学习，而且又是精通藏文和梵文。所以呢，当时呢，他再回到藏地的时候呢，就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论，尤其是密法的典籍，也翻译了不少就是医学的典籍，也对这个藏传的医学起到了相当大的这个作用。总而言之呢，他对这个藏传佛教，尤其是这个密法，打下了一个全新的正法根基。所以呢，从他开始的这个密教啊，就被后人称为新义派。所以呢，就是在他之前翻译出来的这些密教典籍啊，以及流传的这些教授口诀啊，都被称为旧义派。可能很多人不太有听过啊，这个什么旧义派或者新义派这个名字，但是呢，如果换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就会非常熟悉啊，就是宁玛派。宁玛呢，在藏文里面就是旧的意思，因为宁玛派他们说，他们自称呢，就主要的修行传承都是来自旧义的部分，也就是说，在前弘期留下来的密法内容和教授作为他们主要的传承，所以呢，他们自称旧义派。但是呢，在藏文里面啊，省去了一个义字，就只有旧，所以就变了宁玛这个词。那么阿底峡尊者抵达藏地之后，抢救尔是怎么迎接他的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下回再分解。谢谢大家。久久流浪的河沟，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这难以接受。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继续来看啊，他说波斯匿王的母后90岁往生了。